我感觉我们大侦探忽然变得有钱了。物体。你好，你好。正宗的玩家见面就是单纯的见面，大家好久不见了，然后寒暄一下啊，范老师、何老师、欧姐。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不知道哪个门神说的是真话，哪个说的是假话，所以不管我问哪个门神的话，都不知道谁在撒谎。我能不能设计一个问题，把两个门神的答案都串起来，然后再加上关于门的这个问题。咱们假设一下，如果我问一个门神，另一个门神会告诉我哪一个是真相之门。假设我问的门神是真门神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假门神。那说真话的门神知道另一个人说的是假话，所以他会把说假话的结果直接告诉我，那正确的一定和他跟我说的答案是相反。同样道理，如果我问的是假门神，然而说假话的门神知道另一个人说的是真话，他会把真正的答案反过来告诉我，所以他告诉我的答案也是和正确的是相反。所以现在不管我问任何一个门神，另一个门神会告诉我哪个是真相之门的时候，他告诉我的都会是相反的结果。所以现在我选谁都可以。我问你吧，你觉得他会告诉我他背后的门是真门还是假门？我说真的。所以他告诉我这个是真的，那这个一定是假的，这个是真的。真的，太聪明了。